在针对这个日经新闻的这个离谱的报道，那总统府在昨天还是出面回应了，但是表达的是高度遗憾，同时呼吁媒体自律。就只有这样子，不请日媒更正吗？那既然是外媒，比如说外交部没有吭声，哎，不抗议吗？甚至很多人说，那驻日代表呢？驻日代表不用召回吗？结果吴钊燮、谢长廷都还在装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想要先 cue 一下朱凯翔，因为去年他对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节目上的时候。反应很激烈，就是蔡赖出手，当时的蔡赖大打出手这样的一个新闻，哎，总统府在当时的速度之快呀，有没有第一时间驳斥假新闻，接着报警要到对岸抓人？结果这件事情呢，姗姗来迟的声明，结果又不痛不痒的。我觉得这个先等一下，就刚刚小牛有讲到，所以确实这是一种可能，就是说其实这个所谓外媒记者，他的水准并不高，他就是一个造谣生事，他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记者，这是有一种可能性。但是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事实，然后呢被大家不断爬梳之后，发现说这个记者他其实从来没有写过台湾，他过去在这个日经新闻上面的投稿，他大概有40几篇，从来没写过台湾主题的，就是这一篇，第一篇就是这样子。然后写的文章就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那我觉得其实有几个点可以关注，因为它让我想到几件事情，几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2019年的王立强事件。王立强事件怎么开始的？就是外媒啊，就是澳洲的一个所谓专题节目，然后制播了一个60分钟的电视专题，然后访问了王立强。之后呢，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在台湾这边立刻被台媒所引述之后，然后呢，马上在地协力者们，就是那些民进党立委或者所谓台派的党公职民代民嘴们，就开始不断的渲染王立强的说法。哎呀，真是抓到啦，真的是哇，这个台版007啊，韩国瑜，你就是个拿红钱的什么，就开始各式各样的渲染。然后渲染完之后呢，让这个引起注意之后，民进党政府当时就民进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接球了。然后不是说什么这个国安会啊，不排除啊派人到这个要去了解啊，说这个邱毅人甚至密访这个澳洲去找王立强啊，要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呢，这个法务部啊也说什么要不排除派出检察官到澳洲去征讯王立强啊，因为这个境外势力影响台湾选举，姿势体大。各位去想，当时沸沸扬扬的王立强事件起源是什么？就是一则外媒啊，所以这一则外媒是不是又开始了？你看到已经看到前两步已经出现了，它 step one step two 已经出现了。第一个是来路不明的外媒，凭空天外飞来一则报道，然后讲的事情就是：天哪，台湾90%的退伍军人都被渗透了，都是提供中共情报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同路人呐、啊，跟当时王立强那样子不是一样吗？骇人听闻啊，这个让人家觉得很惊悚啊，然后吸引所有民众的讨论啊。接着呢，第二步开始什么？开始有人接球啊，名嘴开始讨论啦。然后呢，这个民进党立委开始接球，有没有？刘世芳是不是出来了？罗志镇是不是出来了？蔡适应是不是出来了？这然后他们的反应基本上是逆着逻辑的。你是一个正常的委员，或是一个正常的台湾人，不管你的意识形态是蓝的还是绿的，当你看到这个报道，要查要不要查？要查，你查什么？第一步当然是先请日经新闻这个记者提出证据来啊。对啊，你写这个报道，你采访了谁嘛？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好，你说记者不能提供消息来源，那起码你要告诉我们说你曾经在这段采访当中求证过什么人嘛？被求证过的人啊，然后呢，这个他怎么说啊？有没有否认的啊？然后有没有正反并存的消息啊？或者起码你不要告诉我们你消息来源是谁，至少你求证过什么人，你采访过什么人，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吧？结果没有、欸，他们立刻反应就是非常反常的，放弃去要求日经新闻提供证据，而是回来要求政府说把退伍军人给我查一查。你知道，各位，我常讲这句话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反应啊，大家可以理解吗？你真的要查，要不要查？当然可以查，先叫日经新闻提供证据啊，就他就立刻就说，哎、欸，常已经把日经新闻这个报道视为圭臬啊，视为说，哎、欸，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赶快去查这些退伍军人吧。所以你就不觉得这跟王立强那个套路很像吗？第一步跟第二步都已经来了、啊，第三步可能就是政府机关。如果这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喊停的话，也许国防部跟总统府哎、欸、就顺水推舟啦，国防部可能未必啦，那是不是就什么国安会啊？国安会里面全都是蔡英文的爪牙啊，然后对下去指挥国安这个国安系统，然后但他们就是不断会在后面放话，哎、欸，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是不是这个反渗透法又办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完全就是一个随机的事件，一个意外事件，就是一个250记者，我不觉得，我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套路，又想要炮制2019的王立强事件。那这样是要为什么？
这是为了什么？除了在媒体效果、短期的选举效果，其实过去还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例子啊。什么例子？就是现在乌俄战争不是打得如火如荼吗？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战争其实早在2014年就开始打了。等到2014年克里米亚的这个区域，然后呢就是公投加入俄罗斯嘛。然后那时候实际上西方世界跟包括乌克兰中央政府非常的难以理解，为什么克里米亚没有反抗？为什么没有反抗？为什么没有反抗？他或许自己心里面知道说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本来就有非常深的渊源，你要让乌克兰推动乌克兰的反俄革命，然后让乌克兰去俄化，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克里米亚就是这么轻易的抑制，甚至90%几的公投同意要加入俄罗斯之后，那时候西方媒体的反应跟乌克兰政府的反应是什么？乌克兰军队里面太多俄罗斯同路人了啦。太多俄罗斯同路人了，这太糟糕了，都是心向俄罗斯的，所以后来怎么办？八年的时间，乌克兰就不断的在清洗军队里面的非我族类啊，非我族类，所以不断在军队里面清洗，然后同时又在军队之外用内政部去管军队，所以才有什么亚速营啊，什么什么这些这种半私人的武装，半公半私的这样子的武装存在，这就是一个套路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民进党政府，或者说某些能够指挥民进党政府的西方世界，或许他真的觉得他要让中华民国军队彻底的去中化，所以就你知道举起一个大旗，叫做外省人太多。当然这不是事实，但就举起这个大旗，然后呢趁机顺水推舟的就开始清洗军队当中非我族类，然后呢其心必异，没有台湾价值不够满的，通通给我滚出军队。他后面搞不好真的就是有一些政治斗争跟清洗的手段会出来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可以等闲视之啊。他也许是短期选举的王立强事件的翻版，又或者是他是整体的一个政治结构的清洗的前哨战。因为这个记者太诡异了，他过去不写台湾的，他从来没写过台湾就开始丢出这么争议的报道，这个背后没有人特别喂资料，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是你知道收钱办事，然后被赋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任务，我都觉得很难说啊。不过因为现在蔡政府全心全意拼选举，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明天决战南投。赖清德在这段时间是光整个连假就去了三次嘛，他狂跑南投疯狂助选，而且呢高喊南投一定要赢。蔡英文在今天晚上选前之夜御驾亲征啊，也要亲自出马了。再说到这里啊，上一次台北补选还有嘉义选举，蔡英文都没有去啊。所以如果说从大家推敲来讲，蔡英文一向是他认为有胜算的地方才会去，所以南投他是这样盘算的。我不觉得耶，我觉得蔡英文现在也没有胜算不胜算，因为现在也不是他的局啊，因为现在就输了他也没差，对啊，因为现在就赖清德负责啊，然后呢赖清德搞不好也不希望蔡英文去啊，蔡英文去了如果赢了到底怎么算呢？然后输了又怎么算呢？其实我觉得其实不用从蔡英文的行踪来判断说这一局到底怎么样，基本上现在就是赖清德他这个当选主席之后的第一战，他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然后呢他这个如果能打赢的话，当然对于他接下来被提名是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冲洗嘛，那如果打不赢的话，那恐怕当然就是让他即使被提名之后，他这个火还是没办法继续灭下去，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没有人真的，我没有对南投乡亲不敬的意思，但说实在的，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一席南投县的立法委员到底是谁当，因为毕竟他的任期，就算他就任之后，恐怕也剩不到一年了。那所以大家可能不是在意这个，大家看的都是赖清德的这个起手式。那对国民党来说，当然是啊，国民党现在应该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应该是一个隔山观虎斗的状况，因为赖清德就像昨天讲的，我觉得现在不急的让侯友宜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火都在烧到他自己身上，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像是这个台南的黑金弊案，然后权动法的争议等等，所以赖清德必须要先他自己必须要把自己身上的火灭掉之后，然后他才有办法整军去开始面对可能的国民党对手。但他现在自己的火灭不掉的话，那国民党根本就不用出手啊，因为你看起来你就一直自己在你知道引火上升的情况之下，我干嘛急着把我的候选人推出来，反而让民进党找到一个转移焦点的目标呢？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说，赖清德的主观上面很希望用南投胜选就像是天降甘霖的及时雨一样，让他可以稍微冲冲洗，让很多事情都不要被讨论这么多，甚至至少让民进党党内的人觉得说，其实赖清德带兵是打得赢
胜仗的，所以他主观上是这样子。那对国民党来说，为什么南投选举突然变得这么要？当然不是因为南投县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就不想让赖清德获得这一场及时雨，他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让国民党可以不管是这个总统提名的这个时程啊，或者立委提名的时程，都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出手，让赖清德继续去面对他的难题，让他继续焦头烂额。所以我觉得这场选举的重点是在这里。那其次才是那些包括像是什么这个许淑华未来会不会好做啊，然后呢这个蔡培慧一旦当选之后这一席会不会拿不回来，这是次要的战略价值啊。那所以在第一个价值上面，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哎、欸，对蔡培慧其实我必须某种程度我佩服他的毅力啊，他在南投三个选区都选过、啊，南投再怎么选就是三个选区。就是三个选区，一个是北南投，一个是南南投，然后过去就是马文君跟许淑华这两席立法委员，这两席立法委员他都选过了，然后再来呢，南投县长他也选过，整个南投县他都选过。如果他赢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应该会给国民党一些启示，就是代表说，国民党、民进党真的有这个本事，他会把人凹到选项。像如果明天蔡培慧当选的话，就是一个例子。在之前有像刘兆豪这样子的例子，在之前有像林佳龙这样的例子，他真的会在这个地方硬是给你选到上为止，民众是可以接受，也许一届两届没反应，第三次选他真的有机会选上。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叫深耕这件事情，尤其是你们的中南部选区。那他如果没选上的话，我也不会意外，因为我对蔡培慧的印象其实并不深。他一直是他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小英女孩，然后受蔡英文一路栽培，然后呢让他一直在各个选区去选，累积他的在南投这边的地方的实力，同时呢还给他这个行政院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让他有很多的资源。甚至我都之前都听过这个淑华跟这个文君姐，他们都有讲过说他们是立法委员，现任立法委员要资源还没那么快，但只要蔡培慧去哪里剪彩，去到什么学校，然后立刻在都会线上伴手礼，比如说跑道整修这笔钱转啦，中部办公室贼啦给了之类的。所以民进党确实很认真在捧蔡培慧，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在 BMT 那个采购时期，然后呢跳出来讲说 BMT 什么在中国分装啊， BMT 有两种的其中一个。我不知道你会讲到这种话，这种荒腔走板丧心病狂的话，要么就是你真的无视人民当时需要疫苗的那个痛苦，再不然就是你真的脑残到你会相信那样子的鬼话。那这两件事情加起来都不会让我会支持他。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跟阿比一样呢，浅眠的人呢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现在赶快上快点购，还有优惠抢好康哦。